Hello， 我们今天吃一份炸酱面，然后这个是传歌鱼水饺，还有三个口味的甜心杯、芋泥的抹茶，还有这个是阿华田的。我先吃这个炸酱面吧，太香了。这个面条真的超级筋道，白色的是白鱼水饺，然后这个是黄色的是黄花鱼水饺，黑色的是墨鱼水饺。有一说一，这个黑色的墨鱼水饺是最好吃的。我来先吃一个阿华田的，冰冰凉凉，超级好吃。这个是抹茶奥利奥的，
还好我没有先吃这个芋泥口味的，因为芋泥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，我用勺子挖下去是能感觉到很有重量感的，底下蛋糕配置薄薄的一层挖上来，哇，真的我就吃一勺啊，好吃了。